大家好，我是阿王，今天心情呢就很沉重的，因为呢是筷子机发生了一段火烧连环船，全部呢都起了黑烟的了。我们看看现场，现场的火势是非常之厉害的，不断在爆炸的。那么炸到的船呢都很惨，尤其是渔民啦，渔民在船上面生活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辛苦的了。还经历过这一次爆炸之后，他们的损失基本上无可限量地估计的。咁阿旺啦，希望啦呢场火快啲熄灭啦，快啲冇事啦。唉，澳门加油啊，阿旺支持你。